找什么呢？找的是这个吗？那一定就是这本。我要回去上课。这本书我看过，我来教你。上课要迟到了，晚点跟你说。你今天来我们班跟严老师说什么了？他可是全校出了名的铁面无私，今天竟然会对我网开一面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老师再严格也是有感情的，只要好好沟通，肯定有回旋的余地。别卖关子了，你们到底有什么暗箱交易？哪有什么暗箱交易，只是我跟他说方黎迟到是因为我，他在点名的一刻也及时赶到，希望他网开一面。可我迟到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也许你是因为昨晚做梦，梦见我所以才迟到。你胡说，才没有。没有就没有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天哪，全世界都在接吻。我先上楼回宿舍。你不是要去图书馆还书吗？等晚点我自己去还。你赶快回家吧，拜拜。